深受许多粉丝喜爱的佑胜，在戏剧上的表现越来越亮眼，也因为这样的魅力，让佑胜日前说要参加美国 Drama Fever Awards 颁奖，意外与韩剧《继承者们》的女主角朴信惠同台。Okay, the winner of the 2013 Drama Fever Awards for Best Actress goes to Park Jin-hye.이자리가저한테는너무나도뜻깊은자리인것같아요이렇게한국에서뿐만아니라정말이렇게제가뉴욕까지날아와서여러분들의사랑을확인받을수있는자리였던것같습니다朴信惠荣登第二届 Drama Fever 最佳女主角奖，从佑胜手中拿下讲座，还来个大拥抱。这简单的互动却已经让全球观众注目这位来自台湾的帅气星星。能被受邀过去，其实我既紧张，但是又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有全程讲英文。颁过奖项，而且还要我颁两个奖项，然后一个又是最大奖，就是最佳女主角。好，那时候我又要介绍朴信惠出场，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得去有点互动。那个互动英文怎么办呢？对，那就请教了一些朋友啊，然后也请教当地的那些厂商啊，然后也自己想了一想，然后就背了很久，自己在饭店里面也会在厕所一直背。然后因为这有点跟上台唱歌跳舞有点像，就是要把它练得很熟，熟到你最后在呈现的时候会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顺的状态。所以呢我就很努力练，练到最后我觉得他们应该觉得我是就是华裔台湾人。哦，我的华裔美国人，讲错了，华裔美国人。马上你会上字对不对？哇，刚刚还这样沉静的下来这样。好，就是我练了很久，我要重录，我要练了很久。好好，我觉得你们不要，我觉得你们会乱讲，一定会。好啦，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觉得我是华，就是台湾裔的美国人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讲得蛮顺的，我自己很满意。除了佑胜登上国际舞台，因为在 YouTube 模仿韩国女团 Crayon Pop 而爆红的超萌双胞胎左左右右，不知道征服多少人的心。而日前，左左右右姐妹俩更受邀至美国参加知名节目《艾伦秀》，接受主持人艾伦迪珍妮的访问。And when did you start dancing?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started dancing? 你们几岁开始跳舞的 ？3 years. 3 years old. And how do you remember all the choreography? How do you remember all the moves? 你们怎么学舞蹈呢？They watch, YouTube videos on their daddy's iPad, and they just rehearse it over and over again. They just know how to dance. Wow, that's amazing. And then you look very, very much alike. And how do people tell you apart? 你怎么跟人家介绍左左右右 ？I'm beautiful. I'm cute. She's beautiful and she's cute. I see.You are beautiful and cute. I agree. Okay, so you're going to perform for us? 你们现在要表演了吗？对不对 ？Yes. Okay. Let's go. Thank you.左左右右超萌电力获得美国观众的一致叫好。主持人艾伦迪珍妮不但大方送上迪士尼 VIP 通行证和周边商品，还决定邀请左左右再加入一集节目，可见引起多大回响。